你咋回事？你是水库管理的？我开水库的。那充公你管我了？国务院管不你？我你偷东西吗？你？我偷什么东西了？你那花瓶呢？你鞋子不响，带轱辘的。你懂什么？你懂？ 小鬼佬，你什么人？奠定奢侈居住制高典范，引领广汉居住品质进入全新体验。十年万幸，新业，给你说多遍了，这路不能走，走下吃饭。 快走！老志，你别考公务员，别忘你姑父我哈。走。 飞开了。。飞开了，不会到家就知道喊。精的挺嚷的，也不知道那个信是从哪偷来的，么来的，天天的给我背这个，不行就往上楼睡觉吧。这可是老天爷给的宝贝。老天爷能给你宝贝，人还要干啥吗？你懂什么？人朱阳台人都说了。 这好看是吧？来，吃点。这是汉林哥呀，这个不有不缺，老亲戚，外号呢叫齐斌万，他家有钱有势的，我一说了，你还都知道，听说过是吧？嗯，他呢，他娘呢，今年90了，不在了，他老百姓就说死了，啊，死了。这个是西斌，这个微信呢，安排我，替他孝子，估计个就是这个库丁的，贡献呢。 是300块钱，这都是你避讳的点。哎，你不干，你还给我讲出来。你自己去，你自己去，我不去。一会儿点，你别跟人家亲娘，别喊娘的。那这个啥？好。
你怎么买？这些碟片都是5块的，5块钱一张。5块。你要什么样的？我瞅瞅。啊。这是雪旱冰的。这是雪旱冰的，雪旱冰鞋的。走。长的是10块钱一个的。啊？这是10块的。其他是5块的。那我要了。啊。10年精心，细节至上。大娘，码头楼盘搞活动的，便宜了2800一平，看看吧。过了这个村门这个店了哈。我要买楼，我上恁家屋顶晒粮食，干走吧，恁大娘我过不去山。您的生活服务商，40万平米大盘榜样，全新定制生态体验，日升级。秦爷，有台没有？没有。这回来，秦爷，有台没？没有。啊，你动画片看不了，没台。咱就看这个。把门关上，别让老娘看到啊！单脚向前滑行。两脚平行向前滑出时，练习单脚滑行。右脚轮向侧蹬地，左腿向下屈膝，身体重心移至左脚，双臂自然张开。左脚滑出，左腿膝关节渐直。有看什么不正经的？昨天从家看电视也不敢喝，你看人家买楼都没来那给来了，咱买不起丢人吗？你什么不正经的？那你买的长鞋的碟子，长鞋的长鞋的碟子，咱不是姥姥难。走，乖孙子，跟老爷出去玩。嗯，好好跟老爷，别看着啊，跟你老爷看好。嗯。那么梦想抬头就能看见，却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实现啊。说麦穗越成熟越懂得弯腰，说人呢越懂得弯腰才越成熟啊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又一户，爱我就在试衣间等我啊。那么俗话说，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不痛人流，珍惜吧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欣赏民谣好朋友，再来一个香烟特技，来送给我的民谣好朋友。Thank you.
何他娘，何他娘，中午吃完饭，你给我拿点钱。天王，我给你画笔芯，我到十二点，你看还费的鼻青脸肿的，这白天就要钱，我这不是养个儿，是养个孙子。不给就不给，别嘟囔了。这闺女没有来，这个钱什么用了？走，俺他们家陪喝酒，到家喝酒去。几天没有，几天没找到活了。走走，你喝酒，你走，干活快。呀，都谁啊？走走，俺俩回去。对，走，喝去喝去喝去，走走，来来来，来来。大爷们，二位来。哦，啊好。哎，你可太少了。干那没点点的，干了。啊，管，我先干为敬。不留。老二啊，我听咱妈说，你最近搞体育运动，怎么把脸搞坏了？这个算啥呢？我减个鞋回来十几天，我现在学会滑冰了，这叫体育精神。还体育精神？咱妈谁不学会呢？体育精神病差不多啊。老二，别搞什么体育运动了，我家里开个飞机场，去我帮忙去吧。你要到咱厂里帮忙，咱老妈谁谁不给咱面子？那你谁你价格贵不贵？俺都是自己人，你们那还是贵了吗？俺给你按量身价去的。是这样哈，俺家里院子想扩一下。你看，三十袋水泥够不够？俺他们也我说的哈，也差不多。不过我给你报了啊。你还得多少钱？也就是两千块钱。2000块钱。嗯。来喝酒，来喝喝。你想扩建这个院子，你们给公路大队附近送点地方。哎，现在社会哪有不低头的？来喝喝喝，不不。喝喝，来，多点。嗯，我没有了，给我倒，把酒给我倒，我没有。哎，嗯，好。这回事是回事。嗯。好好好，来，来，来。
来，该先干活了，那把你贡献，一天的贡献。好。来，杨老二，过来领工资来。哎，好。今天一天贡献就是五啊，你点点。哎，有五。老板，啊，是啊啊，能哭能喊的哈，都上去了啊，能哭能喊的都上去了啊。哎，啊，你这么面相啊，你能哭我这喊你干啥了吗？哎，没叫你转世，有钱别说长城，三下打棒就知道。哎呦，上车吧，上车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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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车，开车。先开始哭丧。父亲爹爹身亡死害了我，吊孝来了。父亲爹爹身亡死呀。你这孩子哭的不是太满意啊，这把我这个孝子也说了啊，哭的不太悲痛，知道吧，不太真实啊。嗯，念你第一次没办法啊，也哭了，下一次呢一定哭啊。哎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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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
有称箱是吧？有啊。称箱多少钱？那是。还，我来一箱，来把钱给你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陈伙计，俺家闺女不是烟台打工吗？今天想苹果，太甜了。陈伙计，你尝尝。放了吧。啊。陈伙计，那个，俺家园子想扩呀，得铺上肥泥，你看看能不能批？现在国家土地卡的太严了，得上下包，上边发行呢，咱就行。那得多长时间呢？这可放不准哈。那个上边只要说行，我就给你通知。可我等得急用了，红富士搁这，你帮帮忙呗。红富士的，你拿着，你的忙我帮不了。好人不长寿啊，恶人晚晚年。我的亲爷啊，你驾鹤西去了。破饭机，咱翻不来，也就那两钱。哼哼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桂林，哎，会计，来，朋友来了。啊，来找书记了。哎，书记上山陪开发商看你们去了。那我先拉院子那事。你家拉院子那事，你就别想了，先来查了一眼。你出去吧。相因，妈妈从身起，念佛不离身，多个的一直到生产的怕不住光明啊！给俺师傅瞅瞅，你这个事得怎么办呢？他，这个师傅怎么办？一会儿肯定让师傅缺双鞋。这双鞋？啊，你那个师傅要放你要放新鞋，你的鞋我不要，不办就像一种不收你便宜啊！要不是我要的，就咱师傅又缺双鞋。
心。也不上你家，也不上那院，就上黄弟弟去串串找找。不上家，不上院，到黄弟弟找一找。黄弟。破东西，当玩意捡。等等，王小等。哎，打过来，打过来，来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好，再来，来。好，来。好，停停停停停停停。停，好，来，哎，你把门打开吧，俺歇了。放几天假？十一个，现在才环保嘞，然后查完环保应该就能上班了吧？今天爸爸厂子没事啊？他厂子嘞在离市区远，在网上没人管。你把新一接走，你俩养起吧。胖能能，小孩大了该上学了，这孩耽误不了呀，养不起的养。哎，爸，我这一进房就听说你天天玩着滑冰鞋，你图什么呀？锻炼身体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要再看到现在医药费恁贵，我给俺妈等呢。对，早好就得听咱闺女的。没事，我只想做成一件事情。哎，
我给新姨买几件衣裳，我拿看。大家听注意了哈，兄弟爷们都听注意了。关于咱村里的杨国富啊，甚至占用了咱东山皮这片荒地，肯定吧也有他那不认的。因为经过咱的两会商议啊，咱又征收过来了。征收过来呢，咱们没事的时候就回家，咱上东山。逛到他那边散散步，跳跳舞，唱唱歌。这杨国富也是为咱村民做一个好事，咱这村人啊就不求救了，请大家啊应有余悸。
谁又言语平凡生活，一个季节死去了阳光，一个季节又复活月亮。半山风尘仆仆，长长地下头颅，四季又长行的路，最是疯狂，这轮回里道阻且长，心总比天要高，明知当晚上老，明明已经衰老，偏偏不肯求饶。灯光昏暗不及烟火，谁又言语平凡生活，一个季节死去了阳光，一个季节又复活月亮。前行的路最是疯狂，最是疯狂，最疯狂。